9月28号。咁啊，假期一开始啦，你睇下嗱个车龙，我哋已经塞咗有3个小时啦。嗯。啊，咁啊，系啊啦，好塞车啊，一直都喺度排队啊。哇，真系有排等啊呢、這个车龙。咁啊 ，Hello， 打下声，今日28号啊。夜晚11点，仲有一阵间就到呢、這个，仲有一个钟啊，到29号啦，中秋节。咁啊，今日咧，喺呢个广州翻惠州咧，我哋呢个路途系好塞车，可以分享俾大家。咁啊，想同大家讲下咧，咁啊，国庆节安排嗰啲假期咧，就最好错峰出行。我们在这个高速上已经开了3个多小时了，喂，而且是在博罗。我哋系白天已经喺博罗嗰度系停咗下噶啦，咁啊玩咗个玩咗大半日，咁啊夜晚翻嚟咧，夜晚翻去，咁啊结果系塞车塞咁耐嘅，睇下啦，咁啊坐风出行啊吓，咁啊分享下依家国庆嘅塞车时间真系非常之严重啊！呢、這个国庆假期，因为撞啱中秋同国庆两个大假，好夸张啊！